那再来，局长，我想，很多国人都一样关心啦，就是关于我们政治档案开放的这一个进度。那前年那个时候，国安局当然那个时候局长还没有上任，然后还没有接任。那当时候清查，第一次那个时候清查的176案的政治档案，有142案都列为永久机密。那经过了这2年，包括朝野一些立委的这个关注，那以及政治档案条例的通过以后，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检讨，目前58案已经完成解密，移转到档案局，剩下来118案，昨天我看到新闻也报道说已经全部都移转了啦。那目前规划应该保密的比例只剩下0.38，这样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新的资讯？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我这个资讯没有错误啊，但我这边我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来说明一下。是。事实上，从前年推动这个工作以后，国安局它并没有停顿，也不讲啊，因为我到了，所以加快。因为我去以后，我也看到这些工作，而且我去之前，有很多不管长官或者这个同仁也有跟我提到，这个档案这个问题啊，要做一个处理。那我去了以后，我发觉。事实上，从去年在7月，我7月份到的，7月之前，前年的10月、11月跟去年1月、2月都有在处理，就分批去已经缴回。这个动是，作是，不是因为我个人，是我们那工作同仁大家共同努力。我特别跟委员是，做报告。那我刚才讲这个数字应该没错没有了哈，错，最我们后现的这在，个比例是剩下0.38。我想我在这边为什么特别要举这个例？因为前年我当然知道国安局以及各个相关过去的这些军警单位还留有政治档案的，都有慢慢的在整理。移转给档案局，这个我都了解。但是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国安局它的这一个保留永久机密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那经过了这一两年，包括局长当然也勇于担当了哈，最后整个比例降到这个0.38而已。可见过去我们在质询以及在追踪的时候，以前讲的好像如果公开就会好像我们的整个这个情治系统好像会瓦解，好像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危险。结果最后实际现在检讨下来。只有0.38，0.38%还应该继续保有这个机密，所以我在这边要讲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我相信局长一定知道，有很多的前辈，很多过去在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被误会，或他就要等真相，但是因为永远一直钓不到，所以他在真相未白之前他就过世。例如说澳洲学者加伯，他就是被认为当初被认为可能是林宅血案的凶手。之一，结果在没有公开的国安局档案里面，早就已经还他清白，说他应该是跟他是无关的。结果这个档案是在他过世以后，我们现在才看得到。他到几年前还在世的时候，还来台湾想要去证明他的清白。但是在我们的政府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档案。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资料，如果过去不是用这么的抗拒的方式，我们早就已经可以还给很多人清白，也可以让真相被他们的相关的这些家属、相关的人员可以了解。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麻烦局长，就是说未来我相信现在档案已经都移转了，可是关于过去的一些事情的处理的态度。我觉得要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那种就是消极抵抗的态度，那我觉得要更改，要有这个积极的这种变化，是不是可以请局长思考一下？是我跟委员报告，给我一点时间。我很感激委员对这个问题什么地方深入了解啊。当然，以往他怎么样一个环境背景下产生这个导致这个做法这个规定，我不予置喙。但是当初会有一个。它也是有依据的，不是任何一个讲永久保密就永久保密，在机密保护法啊，以及我们公务人员这些公文处理啊，这相关的规定也是依据这个。在以往的确有个问题啊，刚刚戴委员也点得很清楚，可能这个当中有些片段是列为保密，但他可能就把整卷通通列为保密。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觉，所以才会有这个我们交出去，针对的真正需要保密的。就勤工管道来源啊，合作有方的问题啊，这个是这整个案情是没有去做一个把它变化，但对这个人勤工人员的保护，我觉得我们国安局里边，我现在既然担任局长，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这个重大责任，我不能让我们勤工人员做这些工作以后受到他本身的危害，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要帮他做一个保护，其他大概能够公开都会公开。其实局长，这个我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去年在定政治档案条例的时候，我们在针对的一些重点啦，就是说过去就像局长刚刚说的，因为要某一些部分的这些勤工人员，我们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机密，我们就把整卷都列为机密。那后来我们当然就是经过了这个，包括去年的立法以及这包括总统也有要求啦，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应该是要很精准的，哪一些资讯要保密，我们继续保密嘛。那保障这些勤工人员、国家安全人员，乃至于甚至于是这国际的合作上面，继续让他保留一个机密的可能性，但是就不用整卷都保密。我想这个就是，我认为其实这是过去国安局应该就可以在这个检讨的时候自己就可以积极去处理的，而不是说这个应该，而不是说一直想要阻挡。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也希望说局长可以去具体的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二月份，因为处转会二月份的时候，他的调查报告就指出说林宅血案里面，有国安局内部签文记载凶手嫌犯的电话，他的这个录音带已经被销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发文问国安局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当时被销毁。就国安局，我不知道说局长有没有看到那文，回给我的文是说档案内并无录音带。这就是我的问题呀、啊。我的问题是问为什么档案里面没有录音带，为什么会被销毁？就国安局居然回给我说，因为档案里面没有录音带，这个其实是答非所问。我希望国安局可以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今天针对白色恐怖的案子，希望进一步知道说，既然处转会发现当初有录音带，但是被国安局销毁，我希望国安局可以思考的是，有人在问的时候，可以是去问当年的同仁，或是同一个时期的档案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哪一批录音带都因为什么样原因被销毁，或是当时的主管、当时承办同仁稍微了解再回给我们。要不然我第一时间问你们，你们很快就回给我说，因为档案里面没有录音带。可这就是我的问题，我问你为什么档案里面没有录音带，你又回给我说因为档案没有录音带，这个就没有让我感觉到说国安局有一个积极愿意去了解的态度。所以这一点我希望说局长，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局长，我希望说遇到像这些白色恐怖的这一些案件，因为牵涉的人很多人都已经年纪很长了，他们想进一步多知道一些真相，当初的真相，他的家人怎么死的，他的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脉络。这个如果我们都一直是用采取消极的态度，那很多的事情永远没有办法像这一阵子进一步又有这么多的资料出来。所以我希望局长，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未来外界包括委员在了解的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局内部可以先去进行调查一下，我们问的事情一定还有当初的一些脉络可以去了解，然后再来回给我们。你们很快的回给我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的话，反而让我们感觉其实国安局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哥，这点我对委员很抱歉啊。大概我们有一些这个回文这个内容啊，没有掌握得很精准。但我们现在有个具体很精准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会利用时间跟发文单位当事人面对面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我现在都已经在这样做的。好，所以刚委员指导一下说，可以追溯到以往，现在就我们现在也在这样做。是，有一些人他记得很清楚，有一些人他的确细节部分不是那么样清楚。但有一点我特别要跟委员啊，跟今天在座各位报告，就当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国安单位有没有介入这个案子？他们得到答案几乎是四个字：胡扯八道。这个我要替他们发声。就是说以往会有这些好像误会叫，你们国安很介入去什么主导。我跟各位讲，年代不一样，只手遮天的年代现在是不会有的。好，我觉得特别跟大家做个表达。那局长希望说这一些事情未来我们就可以积极一起来去找到更多以前的一些资料了。谢谢局长。是，谢谢委员。